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次這個 live。 咁大家都見到啦，今次我就請到呢一位陳志全議員嚟同我哋講下咧，其實到底而家議會發生嘅咩事？點解仲要講議會呢？可能好多人會話：哇，而家國安法都打到嚟，而家美國都話要制裁中國、制裁香港啦喎。咁點解我哋仲要關心個議會呢？但係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其實今次呢個運動其實係好多個唔同嘅戰線一齊去推進咧，我哋先走到今日。見到北京被人逼到埋牆角，見到整個國際社會都開始有所動作。在這個時候，大家可能會覺得有少少灰心，不知道做乜嘢好。但是我哋本身已經做緊嘅東西，地面嘅文宣戰、網上嘅文宣戰、議會嘅戰線、國際嘅戰線，其實我哋都要繼續去行。咁所以點解今日咧會請嚟萬必同我哋講下，到底而家議會值得大家關注嘅點係啲乜嘢嘢咧？因為其實聽日咧，好可能又有事會發生噶咯喎，係嘛？嗱，聽日咧就係繼續係國歌法嘅恢復二讀啦。其實二讀咧已經投咗票噶啦，一條法例要通過咧就二讀之後咧就進入叫做全體委員會階段，就係審議一啲修正案，跟住就三讀。咁梁君彥咧就已經擲咗時辰噶啦，就話俾八個鐘頭就係你二讀，跟住咧16個鐘頭咧就係修正案，跟住就6個鐘頭三讀，咁我哋計完條數咧，應該就6、4嗰晚咧，就係會投票啦，嚇。但係咧，而家咧就有一個變數喺度嘅，嚇，因為上星期四大家見到嗰幕啦，就係因為呢個腐爛咗嘅植物啊，許智峯出呢個大絕嚇，花魔啊，新嘅名係。即係呢個腐爛嘅植物咧，就令到嗰個議會咧就係停咗幾個鐘頭嘅。咁停咗呢幾個鐘頭咧，所以而家咧我哋只係啱啱完成咗個二讀過程。跟住咧聽日翻去咧就會開始進入修正案嘅辯論咯。咁修正案辯論咧，我哋就有16個鐘頭，跟住再咧就6個鐘頭就係三讀嘅辯論。咁所以咧呢個就好吊詭啦。梁君彥原本的如意算盤就是想6月4日晚投票的，用2個星期的時間，但是因為這個議會抗爭令到他阻延了他，那就可能要多1個星期的時間才可以投票了。這個就要看梁君彥究竟他怎樣做。其實這個主席是個權在他的手的，即他是不需要給理由你去殺了你的修正案，殺了你的辯論時間，即所以大家說上星期你們是怎樣 plan 啊？是因為其實呢在內會風波發生了之後，很多網民就說啊，為什麼民主派不再激少少啊，為什麼不玩其他魔法啊，這樣。所以外界可能很好奇，就是今次這個行動是怎樣 plan 出來的呢？或者你們之間是怎樣夾的呢？今次這個行動是不是草魔法嘛？我聽到最好聽的講法是花魔法。花魔法，因為最重要的就是接下來，當然你不可以透露太多啦，打了開口牌就不好了，但可不可以講一點點跟住下來民主派的具體部署是怎樣？具體部署就不可以講的，很多記者現在來問我們，就我們都不知道有些記者真的將我們整個故事可以講出來，說我們有個行動小組，就是朱凱迪、許智峯和我，將所有責任放在我們這個三人組那裡。其實用不同的方法的肢體抗爭是我們一直都有想過的，但是很多時候不是說到我們控制那個時間會出招，譬如上一次我被郭偉强拖落地拖行咧，亦都唔係我哋嘅 plan 裏邊嘅。今次朱凱迪咧，俾阿梁君彥趕出去咧，亦都唔係我哋 plan 嘅，即係我哋佢係只不過拎一塊牌出嚟係最佳主席李慧瓊喎。我又唔知朱凱迪點解會諗到咁絕嘅一招。梁君彥係其實中咗佢計嘅。佢上個禮拜舉過一塊叫做非法主席李慧瓊，咁梁君彥就裁過話，任何人如果再即係出招去騷擾李慧瓊咧，就唔警告，即刻要趕走。咁所以朱凱迪嗰招佢冇做過任何嘢嘅，係第一個發言啊，梁繼昌，跟住梁君彥見到佢嗰個牌，我覺得99%係睇錯，跟住就話要趕啊朱凱迪出去。咁呢個係好無理噶嘛。其實議會抗爭，老實講，今時今日議會抗爭嗰個空間越嚟越窄啊！我哋係咪出幾個魔法就可以令到那條條例死了呢？即大家很老實都知道不是啦。就算你令到整個議會去開不到會，要停會，甚至要轉房，那我們覺得即
我哋叫做逼多咗一步嚇，拖延咗一啲時間，同埋令到全世界關注多啲。但係佢趕完你出去，或者佢唔趕你出去，佢轉咗第二間房，跟住佢唔俾你入翻去，咁嗰條法例最後都會過嘅。咁有啲人以前梁振英就會同我哋講：你早一日遲一日，未都係過，咁你搞咁多嘢做乜啫？未俾我過咯咁樣嚇。即係佢都係有啲人可能都係呢個諗法，甚至乎可能民主派裏面可能都有啲人係咁嘅諗法，即係好唔好做到咁盡咧？其實當然我唔覺得好盡啦嚇。但係有人係會覺得，當我哋做到咁啊，你趕咗出去你就舒服啦，即係難為留喺度嗰啲咧。其實大家可能都會見到，正如你頭先所講啦，似乎咧立法會已經形成咗一個行動小組，即係每一次咧，大家見到抗爭嘅時候咧，就一定係會留意嗰幾位議員究竟有啲咩奇招去出嘅。咁但係呢個情況似乎唔係太健康。呢個係啦，你講得好好，你又唔健康呢三個字。因為如果人哋知，來來去去都係你呢三條友行動㗎啦。咁我派多兩個保安，人盯人咁樣咧。釘住你咁咪得咯，咁我而家係有啲女保安釘住嘅嚇，我特登揾女保安就釘男議員。係啊係啊，咁亦都有又有女議員即係負責去釘我哋嘅，即係左邊就係容海恩，右邊就陳海恩咁樣咧，點親都唔掂嘅啫。係啊，咁但係咁係唔健，你好似你咁講真係唔健康，應該係全民皆兵，同埋出其不意不。咁樣先至即係有用噶嘛嚇，即係忽然間原來嗰個出招係黃碧雲咁樣嚇，搶佔主席台嗰、那個嚇，咁呢個先至係可以即係令到人對方嗰個部署唔到啊嘛。你睇我哋即係去行幾遠或者做幾盡咧，有時都唔係睇一個人佢夠唔夠膽去咁做。我哋都要即係話，雖然有個行動小組去做一啲比較仔細啲嘅討論啊咁，但係都真係要去發生，其實我哋都要去即係同大組啊去通報，睇下大組有冇好強烈嘅意見啊咁樣嚇。咁雖然有時就係最後先通報啦，因為我哋而家都係好驚走漏風聲噶。我哋開會而家都收電話嘅要。明白。但其實大家會問啦，就係、是雖然咧而家可能一兩年前大家見到議會入邊呢啲場面，譬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整個會期入面其中一個最激烈的抗爭就是2017年11月的時候，萬必拉、朱凱廸就是用鐵鏈去鎖住自己去抗議這個議事規則的修訂。但當時可能還有很多比較溫和的選民，甚至是現在因為19年的運動覺醒，但當時還未覺醒的朋友，他會覺得啊，使乜玩到那麼激啊樣。但大家看回其實近期的議會抗爭，你看看 Live 的 comment， 其實是不論和理非，不論勇武的朋友，甚至是所謂的淺黃絲，其實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清楚這個議會究竟有多麼不義。甚至呢，大家正如你剛才所說就是為什麼民主派的議員不再做盡一點，或者民主派的議員做完這麼盡都是被保安趕出去，那他們就會問其實這個時刻議會抗爭它最大的作用究竟在哪裡呢？的而且確，我很老實地跟大家說，議會抗爭，我說個空間越來越窄的意思是，它能夠做到那個終極目的、終極效果的而且確是越來越小。我記得上一屆立法會選舉，我就用的競選口號其中一句就叫做拉布抗惡法。為什麼我這樣用這個呢？因為我真的拉死了網絡23條嘛，令到政府要收回這條法例，就是因為屆尾了，又是差不多這個時候屆尾，政府有其他法案要過，所以他就要投降咯。但是今時今日呢是不會發生的。為什麼呢？有很多人都好像剛才你最即你記得就是修改議事規則，但是我每次我都說，其實最對議會的傷害最大的不是修改議事規則，而是個主席越來越無恥。即上一個主席曾鈺成，他都是被議員去暢所欲言，冇話即係最後危急存亡，即係佢哋覺得要剪布，咁都會剪布。但係而家梁君彥咧係進化，我叫做進化，佢就唔係剪布啦，我叫做裁布。佢低温要話俾你30個鐘，連無監視30個鐘，即係咩意思呢？點人數，做任何嘅程序，譬如終止待續啊。
所有嘅流會都計埋落去嘅喎。所以今時今日跟以前我哋拉布就係、是、除咗可以拉死個惡法之外咧，仲可以折磨啲保皇黨啊嘛，即係令到佢哋走嚟走去嚇，又流會又樣衰咁樣。今時今日其實流會咧，佢又可以兩個鐘頭之後開翻，根本保皇黨係唔使嚟嘅。如果佢唔使講嘢，佢30個鐘頭之後翻嚟投票就得㗎啦。就係、是、因為有個咁嘅梁君彥主席，用佢嘅所謂無上嘅權力去限制咗個辯論時間，所以今時今日咧，我知道啲保皇黨咧好後悔舊年六一二嘅。如果舊年六一二佢哋啊一早翻曬嚟，梁君彥係鐵了心唔理出邊嚇。放炸彈都好，啊！炸唔冧立法會應該就話要開會，跟住趕曬啲民主派出去。佢哋喺10個8個鐘頭裏邊咧，係絕對可以通過咗條逃犯條例。咁通過咗之後，就可能成個故事咧，唔同咗，即係唔同咗講法啦。其實咧，點解佢哋會有今日呢一個遺憾咧？我自己嘅觀察啦嚇。一開始我哋講翻頭先萬必所講嘅梁君彥越嚟越無恥，但係點解梁君彥可以越嚟越無恥咧？即係可能有好多朋友。可能是因為2019年咧先至關心香港政治，但如果大家記得2017年、2018年嗰個社會氣氛嘅話咧，當時係連一次過 DQ 4個議員嗰、那個集會咧，都係唔夠1000人參加，所以其實喺一個咁樣嘅民情氣氛之下，所謂嘅保皇黨或者係梁君彥呢個大主席，佢先至可以有咁大嘅空間咧去為所欲為。即係我最想講就係大家實在係。太放過梁君彥。如果逃犯條例或者整個反送中運動，或者整個而家香港呢一場災劫嘅要三大元兇，當然林鄭月娥啦，或者係保安局長啦，梁君彥都係三甲。但係梁君彥就好似匿埋咗喺立法會，佢我係主持會議啫，即係我冇立場啊咁樣。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有一幕我鬧陳維安嚇。呢、這個秘書長其實佢成個立法會都係一個保皇黨秘書處加埋梁君彥都係一個犯罪集團嚟嘅嚇，佢哋最無恥就係、你去告我咯，你去司法覆核咯咁樣，我就揸住基本法啲第70幾條就我係主持會議4個字，基本法賦予權力主持會議，咁佢就係為所欲為嚇，咁所以我係再一次有機會要多謝大家六一二行出嚟過去。市民就係、是、過去咧，所謂拉布就係我哋佢越遲一個禮拜投票，民意就應該會越嚟越升温。立法會門外或者示威區嗰啲集會咧，就會多啲人，即係由幾百人到幾千人或者上萬人，好似曾經啲新界東北啊嗰啲。但係嗰啲咧都係一個失敗主義嘅集會嚟嘅，就係、是、大家校啱時辰，知道佢幾時投票啦，就嚟所謂包圍立法會，即、就、係、是、去集會，跟住睇直播。看直播之後咧，就睇係啦，跟住就睇個投票，投完票咧，我哋就出嚟啦。唉，好對唔住大家。最後咧，因為佢哋人多，我哋人少，最後咧，我哋就佢都係過咗呢條惡法啦。咁樣當然以前會仲會講一句，而家唔敢講啦。今日真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啦。咁樣即今日講數都幾多次啦，講咗幾多次，你哋剪翻出嚟啫。曾經有邊個我應該冇講過呢句，即係咁。就將個責任即係去交咗俾即係，即係話啲唔係將個責任自己嘅責任可能推放咗，我唔夠人嘛，喂咁咪低温，我哋都知唔夠人噶啦，低温都所有嘢都知道投票會輸噶啦，咁但係你嗰個抗爭意志係去到乜嘢咧？咁今次逃犯條例就係話大家進化咗就係唔係最尾嗰日臨死先至嚟送終送殯，而係第一日唔俾你開始啊，嚇咁呢個的而且確係一個突破嚟嘅。是議會內外 的配合令到去、就是、阻止了一條惡法，當然要複製這件事是非常之艱難。我覺得聽到這裡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好了，2019年的時候、就是、民眾的聲音、群眾的力量其實某程度上都迫使緊啲議員係向前再行多步，但係2020呢個時空，我哋似乎見到一個情況好像又有少少倒退的情況，是不是？我想如果 你想倒退，是不是想去比較回譬如今次國歌法的過程，或者是之前內會風波等等，即是我們看到19年那種民主派個個都搏到盡的情況，2020年的夏天並沒有再次出現。的而且確民主派從來都不是一個共識話全部人會搏到盡的、每個人的計算會不同啦、甚至我不開名，有些人覺得
我唔可以俾人抬嘅喎，即係俾人抬唔好睇嘅喎，咁樣。咁有啲人又會計算嗰、那個法律風險啦，即係而家梁君彥成日就話啊，你阻住我個會議進行咧，你就犯咗權力及特權條例啦，咁樣。咁所以有啲議員的而且確嗰個抗爭係會有多啲嘅考慮。我哋亦都好難話去要求每一個人啊都同我哋一樣嚇，唔介意俾保安抬或者。不介意有機會即犯法咁，我哋成日都話每個人因應自己能夠承受到的法律風險去行事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即你睇下我哋議會外邊嘅市民嘅手足，即係佢哋都冇即係冇計算自己嘅成敗得失啊、法律風險啊咁樣去走到咁前，而呢啲大家亦都欣賞嚇。喺議會裏邊嘅抗爭，就算係犯法。都相對都是安全，起碼不會啲保安都唔敢好似黑警咁樣，係喺台底打你幾鑊哇咁樣嚇。咁所以我覺得議員或者未來想參政嘅人都真係要計算一下嚇，自己肯行幾多，肯付出幾多。如果大家真係同心協力，我覺得佢做到嘅嘢會更加多嘅。譬如我成日話，如果真係呢廿個人一齊阻一個保安。個保安係咪真係咁容易抬到一個議員出去出邊咧？如果佢逐個抬，佢都可能要成幾個鐘頭啦咁樣，或者佢以前根本就唔會抬，會停會跟住轉房啊。即係而家可能即係佢哋有當然鐵了心，即係唔會再輸蝕俾我哋啊。所以佢哋其實保皇黨都進化咗嘅，好似國歌法嘅前一晚咧，以我所知都真係有。啲人係喺大樓嗰度過夜，係啊，好早翻咗嚟嘅嚇。反而大家就話：喂，人哋都過夜啦，即係你哋啊，有冇即係民主派？你哋啊，有冇更加多一步嘅行動計劃啊？咁樣嚇。不過其實咧，呢一樣嘢點解大家會觀察到咁樣咧？其實係真係成個議會嘅性質係改變咗。即係大家以前去諗一個議員應該要有啲咩質素，大家可能會諗啊，議政好唔好？政策倡議好不好，口才好不好，但嚟到呢一步，其實是因為個議會本身佢已經唔係一個議事的地方，甚至可以話咧，而家我哋去思考個議會的時候，大家叫做議會戰線啊嘛，就係、是、佢其實更加多是一個同抗爭相輔相成的平台，可唔可以咁樣講？所以其實議員佢嘅角色亦都相應有轉變，即係你要市民去支持或者要去反一個惡法。我哋喺裏邊點樣去盡我哋最大嘅努力去對抗呢段惡法，都係一個互動嚟嘅。即係如果我哋係好乖乖咁樣坐喺度正常辯論咁樣咧，咁可能你好難要街外嘅市民去搏命啊咁嚇。今次國歌法咧，其實就比較尷尬一啲嘅。一頒布咗話有國安法嘅時候咧，就算民主派啲人，其實國歌法真係好似前菜。預備戰係啊，即係話，如果你計算，我同佢即係搏到盡咁，可能未必喺國歌法嗰度去搏，即係甚至有人勸都話，即係今次唔好玩咁盡啦，即係嚇所以許智峯譬如佢用腐爛嘅植物，咁都有啲人覺得使唔使啊咁樣，甚至民主派裏邊可能都有人有呢啲問號嚇，未必去完全認同啊，當然。起碼冇公開批評啦。其實以前其實可能咧會，以前個年代可能會公開批評各隻添嘅，即係嚇我即係最記得，即係最記得鬱敏成日就話：，你哋修改議事規則啊！即係令到委員會啊都可以趕議員出去。咁當然呢啲係我會覺得係共圓共業嘅，即係過去民主派唔夠長進，即係或者唔夠。一致或者對個政權仲有啲幻想，覺得可以合作啊，唔應該乜嘢都去反對，唔應該乜嘢都去到咁盡啊咁樣。咁但係今時今日，我覺得冇咩叫做即係盡噶啦。我唔係話我哋去做呢一啲嘢係可以真係話 promise 大家或者夠膽講話可以殺停一條惡法。我對我自己嚟講，議會抗爭其實有幾個目的啦。一個就係都要折磨嗰班保皇黨，但係而家呢個折磨班保皇黨個作用亦又減低咗啦嚇。啲人就話：
點解唔打交啊？即係好似台灣咁啊！我話香港係唔會發生台灣嗰啲議員同議員打交噶，只有議員同保安或者議員被打啊！唔係啊！如果真係即係佢真係即係唔放手咧，有其他議員話佢會喐手打呢個郭偉強噶，嚇、嗯！但係一般情況之下，我哋冇乜機會即係同議員之間 有打鬥，因為保安已經係禁實曬我哋、嗯、啊！我所以我哋都個保安好似我話保安即係黑警，你應該行埋一邊，你就唔好喺度即係阻住議員與議員之間嘅衝突。究竟譬如我哋內會衝突，根本所有狀況都冇知邊個啱邊個錯，係、嗯、嘛？咁、你啲保安就喺度夾埋建制派，因為建制派係多數派，佢哋嘅老細就係建制派嘛、嗯、啊！所以咪法律顧問又好，保安又好，即係喺呢個空間之下，我覺得我哋係可以做多啲嘅，但我亦都唔係話我要做呢啲議會抗爭，第一我折磨保皇黨，第二就係、是、其實都係要令政府或者令呢個議會樣衰。咁有啲人就可能唔想啦、但我覺得樣衰就係個真相嚟噶嘛，其實、即係等於許智峯話個腐爛嘅植物就係令阿梁君彥，你聞一下啦，你睇下啦，即係個議會其實就喺你哋班保皇黨嗰度。去令到個議會係咁爛嘅啊！咁我哋唔介意，即係真係會出更多嘅招數，令到你哋難睇嚇、而令到佢哋難睇，亦都令到全世界將個焦點集中翻喺件事嗰度嚇。冇錯，冇錯。正如大家睇到咧，其實呢一個國歌法嘅風波，佢所衍生出嚟嘅議會抗爭咧，其實國際媒體都好關注。可能係隔咗個疫情之後，國際媒體關注翻香港呢一場運動嘅一個前兆嚟。不過咧，我反而咧就想諗緊一樣嘢，就係、是、咧以前咧，可能大家覺得喺比例代表制之下，咁啊，始終都會有啲溫和嘅市民，始終都會有啲溫和嘅選民，所以咧成個民主派咧個光譜，始終都會有一個分工嘅咁樣樣。咁但係而家過咗2019年之後，其實嗰個選民分佈究竟仲係咪咁咧？或者市民嘅期望係咪真係好似頭先你所講，有啲朋友會覺得啊，國歌法唔使拖住啦，玩花魔好似太過分咁樣。即係我自己就會諗，其實我哋都知道呢一條所謂嘅港版嘅國安法咧，佢係會繞過成個立法會所有嘅程序，直接喺北京立法嘅。咁好多人，譬如我呢幾日喺度擺街站啦，咁好多市民問：啊，佢都完全唔經香港嘅程序啦，香港人可以做啲咩咧？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時候，會唔會其實立法會應該每一場戰役都唔可以放棄咧？咁我絕對同意，因為以前咧我都會笑一啲民主派，我叫佢做民調黨嚇。唔係唔係就唔係話個諧音嗰個黨係、就係民調黨啊，即係民調黨係有啲人係選票考慮、選舉考慮，就會去。去猜度嗰啲選民嘅意向、就會好似有你呢個理論啦，即係我哋嗰啲選民係溫和啲嘅、如果我哋乜都反對咧，就嗰啲選民咧就未必投我哋，咁就益咗對家啦咁樣。所以佢最想每一次佢有個機器係知道嗰個民意係點嗱。如果咁即係如果民意支持一條惡法嘅民意係多，或者唔夠反對惡法嘅民意唔夠咧，咁可能佢個抗爭嘅力度咧。就會低啲啦。咁我叫得佢民調黨，我就梗係唔認同呢種做法，或者少少鄙視啦。我覺得作為議員或者一個政治領袖，佢係應該去解説俾啲市民知道嗰條惡法係幾惡，唔係話因為啲市民對呢條惡法嘅反應，如果佢係三度，我就做三度功夫咯；如果係七度，我就做七度功夫咯咁樣嚇。所以逃犯條例其實開初嘅時候，大家。即係點解？我覺得大家都覺得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真係俾翻少少 credit 立法會呢班議員，即係包括我啦嚇、就係、是、開始嘅時候嗰啲逃犯條例嘅遊行真係好少人出嚟嘅啫。13,000由其實由二月佢去法案委員或者事務委員會係公布有呢件事，到其實冇真正嘅諮詢期，得10日8日叫你自己交書面去啊咁樣，我哋已經飛過台灣去同陸委會啊、朝野黨派即係問，因為我成日就話：喂，你立咗法啫，人哋受唔受你，人唔人道先得㗎，你冇成日攞個陳同佳即係案出嚟㗎。所以我哋之後都見到其實台灣政府出咗一啲好明確嘅表態啦。因為初初我都驚啊，初初有啲唔知法務部定咩話樂觀其成啊咁樣咧，即刻俾人鬧到，即係嗰個鬧到死。咁因為法案委員會個選主席嗰、那個。
那個抗爭是咁激烈啊！即大家唔知道，你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我哋有七個人而家仲係有案在身，我哋仲八月尾要翻去審，係話觸犯權力及特權條例咁啊，葛佩凡同周浩鼎仲話我打佢啊咁樣嚇。即當其時，大家係豁出去，真係要去阻擋所謂阻擋一個惡法，就係我哋每一個位都睇下可唔可以用最大嘅能量去做。做到做唔做到都好，唔係話做到先至做，做唔到都要試做，令到其中一個目的就係令到群眾關注咯。即大家一般市民就咦，本來都唔知咩叫逃犯條例，或者唔關自己事，點解班立法會議員會打到飛起咁樣嘅？咁佢哋就會開始去諗，開始留意咯。所以有啲人去講緊六一二一週年，我都好多謝佢就話，其實今次逃犯條例嘅抗爭真係。不是六一二開始，或者六月九號開始嘅，係一個漫長嘅過程。嚇，咁喺議會呢一幕都仲好多人去記得嚇。咁我當然希望未來又好，或者剩翻而家餘下個零月又好，民主派真係可以將以前嗰種包袱，以前嗰種思維模式係抌走啦。啊，即係唔好話樣樣計算會得票啊、失票啊咁樣嚇。其實而家啱啱萬必講到，即係未來到底會點樣樣啦？咁我哋知道2020年嘅九月咧，本來就應該係投票嘅時候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國安法，見到成個情況、成個事態嘅發展係咁急速，更加強硬咁去打壓香港。除咗頭先萬必所講，之後嘅議員或者而家議員或者任何參與抗爭嘅朋友，都要準備面對一個更高嘅代價之外，更加重要嘅，我真係會喺度諗。啊！到底2020年之後嗰立法會啊，萬一個選舉真係仲舉行啦，萬一啊，咁到底其實我哋呢個議會，香港呢個議會，佢喺抗爭入邊嗰個角色，或者佢應該可以即係做到嘅功能，究竟係點樣樣？其實真係老實講，呢個變咗個口頭禪，真係老實講就越嚟越少，越嚟越細。我都話嗱，如果35+。咁其實個政府都癱瘓啦，嚇咩撥款嚇咩法例，我哋都可以否決佢，咁就等財政預算案嗰度對決啊，睇下佢哋接唔接招，唔接招又否決解散立法會，又睇重選選唔選翻，跟住特首就下台啦。但係而家已經出咗最出咗核彈啦，即係我覺得比否決財政預算案去爭取回應五大訴求，可能仲更加高一個層次添啦啊！特區政府都話唔到事啦，要北京話事啦，咁。我哋再講用否決財政預算案去逼佢回應五大訴求，會唔會即係已經好似提前出現？你去再講呢樣嘢，都個價值都唔係好大咧。咁如果係冇35+嘅話，咁你都預咗可能次次都打交㗎啦，即係啊！你唔好以為立咗呢個國安法之後唔會23條喎，佢仲繼續會逼喺好短嘅時間，喺議會裏邊要完成嗰個23條立法喎。咁到時邊個再係議員嚇？你好我好你好嚇，都係要諗下點樣去面對嗰個抗爭嗰個激烈程度一定會係更加高嚇。同埋老實講，我哋而家係都係豁咗出去嘅嚇。第一就唔錫身啦，即係好多雖然好多朋友叫我小心啲條腰啊，小心嚇、都冇得講，冇得點樣小唔小心。雖然而家有啲保安都會小心。抬我的時候，佢都會小心啲嘅啊，即係會縮一縮噶。但係犯所謂即係喺議會抗爭裏邊犯一啲嗰啲有機會犯嘅法咧，都真係隨時都會即係有事。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咁諗，如果因為咁而坐幾個月監，同埋喺國安法之下係數以年計或者十年計嘅嘢，可能而家拉咗你去坐幾個月監，你係有著數添啊！不過我自己咁樣諗啦，即係其實頭先萬必有提到2019年嘅逃犯條例修訂嘅呢一場抗爭，佢其實好漫長，由2月已經開始，一路打到去6月，我哋先見到一個階段性啊，最後逼到去撤回嘅運動嘅爆發啦。但係其實呢樣嘢咧，對同時對國際社會都係適用，因為啊，而家我哋見到點解佢一直都唔批呢個不反對通知書，甚至到底香港人嘅角色係乜嘢咧？係咪就係等待個國際社會嚟救我哋嚟幫我哋咧？即使係咁都好，如果佢哋見到
嗰個地面香港呢個社會個抗爭聲音係唔強嘅，係唔大嘅。咁其實佢哋都冇乜身位去介入。咁所以其實而家係非常之需要一個力量的展示，是需要俾無論是北京也好，俾國際社會也好，一定要見到香港人嗰個反抗的意志仍然很頑強、很堅實。其實很多手足而家佢哋都出嚟去抗爭，咁有些人就話唔好送頭啊。其實我想很多手足都知道一定會有呢個風險存在，亦都人會係比最旺盛的時候少。咁點解佢哋都要出嚟呢？其中一個想法就是要令到他犯錯、例如我們拿到一些畫面，一些警察的犯錯，如果我們全部回到家裡，或者議會裡面又全部是坐定定在一個位置，那裡 很正經即去議政，這樣輪流按掣發言，跟著投票輸了、就會有個假象給國際社會又好，或者給一些中間的香港人又好，就是覺得啊是不是很累啦、很吵啦、很亂啦、是不是應該休息一下，回去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態呢？但我覺得沒得回轉頭，也沒有所謂的正常的狀態、每一個人議會裡面又好，或者街頭上面又好，都是會有更激烈的行動。過去我們說其實議會鬧交又好，甚至打交又好，其實都是好的，因為一些議會是社會的縮影，我們將一些問題在議會那裡爭爭完，在議會裡處理了它，接著就不用在街上面、去處理，因為街上面處理的成本更加高、政府的成本更加高，市民的成本也更加高。但是現在所謂議會失效，就是你不會有道理講到的了嘛、你不會說、最後在議會裏面處理了之後，政府、真的聽到你道理，你問給你真的好口才變贏了啦我現在就我就撤回這個、那個局長起身說、我駁不到你啊，問給、所以我撤回這條惡法啦，現在是你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就已經抬了出去，現在你連講的機會 都沒有，或者我們以前很有心做幾十條修正案、我已經是拿獎的，即是修正案王來的大戶來的，今次國歌條例批了22条，咁有16条是我的，我入了20条，批了16条。但以前我都会开心，或者我会赞赏啲同事，即系而家我都会赞赏同事。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以前真的可以你很多修正案跟住无限次发言，真的可以讲到天荒地老，折磨啲保皇党，俾到压力政府戒尾啦。我哋其实是拉死了2条恶法嘅，上一届网络23条啦，同埋嗰条唔好。即係大家不信任那條醫生註冊條例咧，都係令到政府翻去再改過嘅，即係下一屆啊。但係而家冇啦嘛，即係你萬必勞，你咩16條修正案，你都係講3次，最多你講3次，限死就係時間。你嗰16條都講唔到，都講唔到嚇、我就話而家係衰到我明知投票你係會贏，我係會輸，但係你連喺個議會度俾我清楚咁講俾啲市民聽、你都唔俾。所以冇得講嘅，即係話萬必你都係唔好。有啲人勸我你因為你大戶啊，即係你16條修正案、就唔好咁快俾佢趕咁樣嚇。一陣間如果冇咗，你就投票咁就投唔到你嗰啲。咁我話呢個唔係我計算，因為嗰16條修正案，一分鐘投一條都係16分鐘啫嘛。你做多佢16分鐘啫嘛。當然我覺得民議會裏邊永遠都係文鬥武鬥都係重要。文鬥你就是看他給不給空間你文鬥，如果他給你就繼續可以文鬥、但如果他不給，即是梁君彥不給文鬥，那你就沒得扮正經審議的了、所以 要即有一些肢體的抗爭、我所謂的即令到他們也都難看，還有令到他們是要承擔更大的代價。最後會不會演變到一些 更高層次的武力的衝突呢？我真的不敢包，因為有時一些真的不是計算出來的，即郭偉強這樣拘捕我都不是計算出來。如果那個主席或者那些保皇黨的保安真的做一些很離譜 的行為的時候，我覺得還手或者用更犀利的抗爭手法 是一定會出現的了。其實我們真的看到民情也真的改變了、可能到時呢
啲市民都會見到呢個場景，即使好可能所謂嘅肢體嘅衝突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魔法啊等等，佢未必真係可以直接拉死條議案。嗯，但係即係泛民主派或者民主派、進步派又好，即係呢一啲議員，佢哋喺議會入邊嗰個表現，佢哋能唔能夠俾到市民一個信心，或者俾到市民一個激勵，就係、是、啊，其實在體制內都有人走到最盡那一步去跟這個政府去抗爭，而可能最後結果呢未必是如大家所想，但是這樣其實是給了更大的一個合理性或者合法性街頭的抗爭去再進一步。是的，即議員即以前可以說石身、現在我覺得都沒得石身的、你究竟能夠做幾耐議員都沒人可以保證。我成日有一個有三個字我成日用，我用叫幸存者。其實今日留在議會裏面的議員呢都是幸存者。DQ 宣誓風波 DQ 冇 DQ 到，其實我哋有十幾個都有加鹽加醋嘅嚇、不過今次佢把刀落去斬，佢就斬咗兩個加四個咁樣嚇、跟住坐監。如果坐監多過三個月冇得選，或者喺因為你做議員而有案犯案會坐監，呢啲都係即係我而家有案，但我未坐監嚇，咁、都係一個幸存者。而幸存者佢係要擔起啲傷亡咗嘅手足，議會裏邊嘅手足嘅一啲責任去做咯，唔係個人話好唔好睇啊？個成敗得失啊咁樣、其實嚟到呢一步咧，好多民眾或者好多市民可能都會覺得啊，始終選議員入去咧，一定會有啲作用嘅，一定咧就可以幫我哋揮到一啲嘢翻嚟啊咁樣。咁但係呢個觀念咧，其實好可能喺2020嘅時空咧，可能要轉一轉啦。即係當大家會講議會作為一條戰線啦。咁其實佢真係最大嘅功能，可能就係拖住議會、拖住政府嘅一啲資源、拖住政府嘅一啲精神，從而咧係俾到空間、俾到時間咧，街頭運動去醖釀。而街頭醖釀嘅同時咧，如果外邊個民氣夠大，其實變相咧亦都係幫咗議會爭取到一啲時間同空間。所以其實一個相輔相成。即係議員有冇用呢？你問我，我講到最後其實當然都係有用啦。我好早已經有呢個覺悟，呢、這個覺悟就係、是我係做一個石頭。去阻住政府作惡，阻唔阻到呢？某一件事你未必阻到，但是如果他想做十件壞事，你會阻到他三件，阻到他五件，那都叫做阻到、如果你這些石頭都，這些大石頭都沒有，他是為所欲為，是怎樣做都可以，他拿錢、即真是提款機那樣，現在你都要三個會才可以，你拿海洋公園那樣、54億你都要三個會才去拿到、所以 是都有一定 的作用。但是譬如說未來選舉，很現實，就是說以前我們會很多政綱、全民退休保障、租務管制、譬如我說同志平權這樣，但去到今時今日呢，這些政綱即我都覺得是好像一些裝飾來的，當然大家都是要寫的，即是一些選民都說你只一句你只一句、抗惡法 就出來選這樣，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但是的而且那些政綱只是告訴人你關心什麼東西，不要說我們，就算是保皇黨他們那些政綱所謂成功爭取，都是我用剛剛遇著剛剛，即政府不介意做或者不介意早兩天做，那你就成功爭取了。剛剛我們講緊這兩天講緊租務管制、差不多即絕大部分的保皇黨都支持的、除了某些商界、但是政府他不肯做，他成立個委員會研究18個月拖你拖到下屆政府啦這樣、那你都是不會成功爭取到。還有在未來下一屆立法會如果有啦，嚇，點解我成日都講呢樣嘢咧？呢、這個最後我哋都可以交流一下，即、就、係、是、你對於未來呢幾個月嚇、會係點樣去睇啫？如果有，其實都唔係話我哋又好正經咁同佢爭取動物權益、爭取同志平權呢個空間啦，即、就、係、是、連我哋基本嘅人權嗰、那個
權利在條大的惡法之下都已經所餘無幾，甚至引人之危的時候，政府就說、哦、立了國安條例，現在香港很安全了，我就可以跟你談全民退休保障了，我就可以跟 你談再談23條、啊、不如這樣。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頭先萬必提到話啊，我哋而家個政綱啊，或者議員佢萬一要參選，佢要點樣去說服選民呢咁樣樣，咁係咪即係可能寫一啲口號就 OK 咧？咁樣我自己喺度諗，反而係一種願唔願意同抗爭者同行。佢實話願意㗎，個個都話願意㗎。咁、問題係而家我哋見到唔願意啫，係咪啊？好多嘅朋友其實承受緊一啲好大嘅代價。好、多嘅朋友其實承受緊嘅代價係嗰、個。難度是超乎大家想像的。那在議會抗爭的這個層面，這些代價也都會來。譬如你問、2020年9月我的想像是怎樣的，老老實實真的未必想到那麼遠。很老實說，那問題就是在於9月是一關，7月也都是另一關，是不是？那所以呢，其實如果去想未來的立法會應該是怎樣呢，我會說未來的立法會呢，它需要的並不是一些即可能所謂的代議士，因為香港其實從來都不是一個民主的地方，即是我們有一個虛擬的民主制度、反而呢是想看看市民會不會可以想到，就是其實手上那一票呢，他未必是選著說、真正可以代表到你的人，選出來的人也都不是所謂尊貴的議員、他只是抗爭裡面其中一個有獨特身位的朋友，所以這個其實只是抗爭的一個分工的其中一個角色而已。而選民的選票呢，他也未必是真的要反映你對那些不同政策範圍的立場的、他其實只是這一票其實是在說你願不願意，或者你是否會反抗中共到底的這個表態、而當有足夠的市民都是這樣想的時候，議會就不再是一個、議事的殿堂這樣，它反而是一個不停地製造憲政危機的武器。我是這樣想的事，我也覺得是、即是參選的人、他們那個承諾 是重要的、即是可以說自己願意付出什麼、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其實都是對自己的一個挑戰來的。喂，究竟你當一份工、即是他絕對不是一份好的工，雖然說有10萬元一個月、但是運招不得慢的，其實又不知道何時會 DQ 啊，即中間又會坐監啊、又會被人告啊，又要打官司啊、跟住又不知道入唔入到閘啊。其實議員助理都好慘嘅啫，嚇！而家有啲議員助理都被人針對嘅，叫我計定遣散費嘅啫，即人自危咁樣嚇、可能都未必見到7月，即可能6月最 worst， 可能6月尾過咗國安條例已經大手部啦嚇、已經去清算大家過去所做錯嘅嘢。所以你問我呢，我不知道是所有議員或者大部分議員都是這樣想，我真的將個人或者黨派的利益是放得很低的、不過如果你問我，我當然都是希望快點可以跟我一起，即有個想像、一起 去抗爭，但是說 個人的利益得失呢，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即過去說、初選就是希望大家是、可以不要曬了啲票啊，唔好介互相即係介走啲票，令到攞最多議席。當然攞最多議席咧，永遠都係啱嘅。如果當然我會問有冇共同綱領咧，同埋大家係咪都係會去抗爭咧？即最少唔係翹埋手喺側邊睇戲啦。即係你要去入到嚟議會嗰度、其實喺成場抗爭運動嘅抗爭戰線，議會戰線已經係最舒服噶啦。所以我在網上見到人講話，其實如果坐監一個市民去坐監，一個議員去坐監，其實議員嗰個成本效益是最大的，即係國際社會的關注度啊，而個議員亦都會有少少即係唔會喺監房裏邊去打你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都是有呢、這個即係、會有機會入獄呢個嘅預備。當然有人就話唔好啊，即係你。看路啊，即係小心啲啊！有時唔係話你自己小唔小心，你係冇得避啊！而家譬如你話入唔入閘，咁大家叫你講唔講邊啲説話咧？跟住就有人話俾你聽，
邊啲講得，邊啲唔講得。你想唔想聽邊啲講得，邊啲唔講得啊？大家亦都分，大家自己已經分得好清楚。唔係咯，我聽完就係嗱，嗰啲乜讀乜讀乜讀嗰啲，梗係唔得啦。乜缺嗰啲又唔得啦。跟住原來話字字都唔講得嘅喎。咁可能唔支持香港字字都唔講得嘅喎。啊，公投又話唔講得嘅喎。嗱，我咁講出嚟啦，你唔使聽，唔係話我嚇你嘅，你唔講，你自己講唔講，你自己嘅事啦。根本去到有人告訴你，你說否決財政預算案都不能入閘啊。為什麼？因為基本法就是議會的職能，就是審議和通過財政預算案。當然不是最後投反對票就會死，我投了八年我都說你們要我簽，我是不用簽，我是告訴你我八年都投反對票，難道我第九年會投贊成票？但是如果 Day， 他就說你如果 Day One 說你會去一定反對，他就說這些叫做拒絕審議。即未見到個財政拒絕審議個財政預算案啦。即而家大家都見到，其實係所有嘅法律嘅條文根本就任佢詮釋嘅。所以23條如此，國安法如此，國歌法都係嘅。即如果國歌法投反對票，我唔知道有冇啲人精就唔投啊，寧願行咗去啊，或者趕咗出去。哦，原來趕咗出去嗰啲係想後日就會知噶啦。趕咗出去係想唔投嘅，原來嗰個即係調翻轉，有啲陰謀抹黑論啊。哦，你投咗嗰啲反而風險大，因為投咗就證明你唔支持呢個全國法例涉喺附件三嗰度通過本地立法通過啊嘛。咁，但係翻到尾就係話根本冇得估。冇錯。嗰條紅線喺邊度？你冇得估。即係我其實確認書我都唔簽，我唔知你即係如果你未來大家去考慮係會唔會啊？無論簽到唔簽，我都尊重嘅啫。有時佢譬如翻一紮問題翻嚟要你答啊，你貴唔貴啊？貴幾多啊？嗰啲都係一個問題。其實你真係冇得估嘅，即係如果大家見到份確認書係話你支唔支持立23條咧，或者你支唔支持國安法咧咁樣樣，咁我相信到時大家個走盞位就唔會好大㗎啦。是啊，如果問到咁樣，咁我哋係咪會包容一啲人，即係揞住個良心去簽咗入咗去節算咧？咁樣呢，這個就我諗嗰個唔係我唔知，即係唔係我啦，即係其他人係咪會有呢啲計算？我所以曾經講過話，大家話有冇選舉嚇？九月有冇選舉？咁我覺得而家都係誤波嘅啊，因為都仲未刊憲啊，這個好詭異嘅，到今時今日。都未刊憲，我哋問過好多次，而家都話 tentative 係9月6日咁。提名期都係話7月中旬至下旬啦，都係未有一個確定嘅日期。咁有一個講法就係，喂，佢睇埋個選民登記冊先，即係如果真係見到你係35+咧，就再另作計算，因為好多變數嘛，仲有疫情因素啦，仲有黑暴啦，即係啲建制派就話你咁樣我都做唔到選舉工程，咁你哋區議會而家仲鬧緊。鬧到聶德權唔知走去，其中一個原因啫。鬧做咩你唔喝停個選舉啊？咁樣嚇咁，所以係唔知道。你問我今次我係調翻轉嘅，即係以前我會話如果我去選舉就希望贏咁嚇。但係今次我調翻轉嘅意思係，我哋都係會做好我哋每日嘅嘢，每一步向前行但係可能係通過個選舉運動，唔知行到幾遠嘅選舉運動。去做一個政治宣傳，因為呢個選舉的平台始終都係有人留意，有人覺得有份參與啊，佢會留意選舉論壇，佢會留意選舉文宣，佢會比佢平時會留意多啲。咁所以就喺呢個度繼續推動個運動。當然佢又有一個吊軌，就係如果你喺啲論壇，你啲對手去逼你去講一啲嘢，係咪攬炒啊？咩啊？咁我哋都係要預備點樣去回應。不過其實我都很同意你呢個講法，因為而家佢全方位咁樣打壓啦，我哋見到街頭嘅運動啊，佢就連和理非都係用暴動嚟拉啊等等。咁然之後呢條國安法出到嚟，其實好明顯就係要打壓香港人嘅國際戰線。咁但係喺而家呢個時空，我哋咧其實香港人真係要用一啲我哋一直以嚟即係引以為傲嗰種好靈活啊、好有創意嘅手法去諗一諗，我哋點樣應對呢個情況。但係至少喺今時今日喺而家呢個狀態。議會戰線啊，或者選舉啊，呢一啲議題咧，仍然係即係可以發揮最大政治能量嘅空間嚟嘅。即係大家見到個疫情啱啱完咁樣，咁然後有啲乜嘢可以再帶動個政治氣氛，再帶動個政治討論咧？
好可能其實就是譬如三十五街的呢啲 campaign， 咁呢個三十五街出咗嚟之後，我哋就見到中聯辦啊、港澳辦強硬咁樣回應。咁其實呢一個政治過程，佢帶動到個政治氣氛，佢令到大家重新關注翻，即係經過成個疫情之後，重新關注翻啊場運動行到呢一步，我哋要點樣行落去嘅呢啲討論。其實所以覺得選舉，你與其話，正如你所講，佢唔係一個個人得失嘅問題，更加重要喺呢個時間，其實佢係要重新喚起大家對香港呢個地方的前途的關注，一個最好的平台。即譬如講緊呢條惡法《國安法》，咁對家話話我簽咗292萬個簽名，咁樣係歷史上最高的紀錄。咁我即有人就誒、哎、公投咯，咁不如睇下係咪香港人即係支持。咁但係公投原來係禁語嚟嘅，即係、但係選舉的而且確係一個變相公投嚟㗎嘛，嚇！即如果咁多人支持你嘅惡法，咁多人支持你。政府你區議會就不會即係輸得咁犀利啦，啲保皇黨嚇、今次呢、這個如果即係未來如果有選舉有正常的選舉的話，我想有票的人都係應該出嚟，你當一個公投票都應該要出嚟投咯。同埋其實選舉呢樣嘢咧，因為香港嘅抗爭，舊年2019年去到譬如10月、11月，即係隨住武力越嚟越升級嘅時候咧，國際社會咧似乎開始有啲遲疑啊，或者係開始有一啲即係未必係可以好直接咁樣去講支持，咁一就直接去到理大、中大去到咁嚴重，嗰、那個國際上嘅關注先翻轉頭啦。但係如果講到選舉，在選舉的過程當中，其實政府耍任何的還手，其實國際社會是很容易明白啊，你現在這個是一個威權的操作，因為你連人民投張票你都要還家干預，你都不給，那其實反而是一個很容易向國際社會解釋的情況。所以其實將來或者將來真的很遠，未來那幾個月甚至未來的一兩個月發生了什麼東西呢？其實以前大家去看選戰，即我以前做新聞就好理解，一到選戰咧，大家就會有一種跑馬仔嘅熱誠，係咪？即係可能啲市民咧就係佢覺得個選舉咧唔係關佢事嘅，佢就覺得啊，我睇下你哋邊個跑到尾，睇下個民調，我再決定，咁我投張票，咁就係噶啦。咁但係其實呢個選舉未來幾個月，未來一兩個月，佢有非常之多嘅變數。萬一選舉當中出現咗啲乜嘢強力嘅打壓，或者一啲好離譜嘅事情嘅時候，譬如我哋就會即刻需要 Twitter 戰線嘅朋友即刻幫我哋推曬出去。即所以其實一方面咧，可能係一啲從政嘅朋友啊，或者一啲有志參與選舉嘅朋友，咁、大家當然要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到盡，去嘗試將個空間再擴大啲啦。咁但係個社會個反應到底係點樣？即如果萬一任何即打壓個選舉嘅東西發生嘅時候，市面上的反應是怎樣樣 ？Twitter 戰線的反應是怎樣樣？我哋搞動到國際社會的反應是怎樣樣？其實喺呢個時間是很關鍵。係啊，即係咩都可以發生嘅，即係以前我哋唔會諗過嘅嘢，例如出貓選舉出貓啊，呢啲都會發生。我成日話，喂，到底個選民名冊嗰個其實有冇人睇到喺每個票站嗰度啊？你會唔會攝多咗500票係你求其揾啲人入去就投到？最後點解如果個個你諗住個投票率冇咁高，我攝咗幾百票內都唔覺啊嘛？但如果個個都去投，咪多過嗰個選民人數咯。即係所以要防止佢哋去出貓咧，其實都是要人多才能夠做到這件事啦。是的，所以其實這個2020的選舉，它真的不是我們過往經歷過一般意義的選舉，他們都需要市民、選民的參與程度遠遠不是只是投一張票那麼簡單。不過呢，有人就說可能是最後一次的選舉，可能最後一次已經過了，因為你都說2020不播的。是啊，真的可能是最後一次，或者可能已經不是最後一次 的選舉，可能大家投了最後一票自己都不知道，不是，可能未來 會有其他的事發生的。 是樂觀一點，樂觀一點。成日話共產黨如果計完條數自己會輸嘅，你話佢係咪會點做咧？佢會唔會坐以待斃，俾你35家去癱瘓政府？而家叫做顛覆國家咧？咁你係佢，你都唔會咁做啦。呢樣嘢大家就真係冇得估啦。不過我自己就咁樣覺得，好多民眾其實一開始或好多朋友，佢哋都會好懷疑35家呢個目標，即係佢哋都會問啊，其實你要玩到35家。你自己本身進步派啊、激進派的議員的候選人可能又不夠，最後尾又選回某些朋友入去咁樣樣。呢、這個質疑咧，我反而覺得
在今次這個選舉裏面是很可能有得突破的，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七月的情況怎樣，但現在按現在這個架勢走下去是很可能會有初選。那到底初選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初選大家就覺得啊，要團結，要不要大家戒票，所以我們就搞個初選。但是初選我們都會有論壇，即其實大家都會是一個競爭的關係，就是一個最好的平台給大家去想，到底你想要一個怎樣的議員進入2020九月的立法會呢？那件事就是我們去到九月假設還有投票的時候，一定是句句都要說這樣，假設還有正常的選舉不要大口，那個問題就是那時大家就要想啊，我要救誰誰，這一區要多少多少席，就要策略投票了，是不是？但是以前大家有一個比較負面的說法，就將策略投票說成含淚投票了。但是初選這件事呢，它就未必是這樣了，因為它並不會真的影響那個選舉的最終結果嘛，即你不會因為初選投了這票你累到九月的結果差了樣。所以就是在剛才萬篇文，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得投票呢樣？但是如果七月大家是其實是有一個機會的，真的選一個你真的想見到他入議會，或者你認為是適合進入2020九月立法會的朋友，而你是未必需要考慮說啊，要不要救人 啊要不要確保不同光譜有人 啊會不會還有很多淺黃絲的朋友，所有東西我們現在都是未知之數，看七月的初選就揭曉。但所以呢，其實35+不等於就是含淚，不等於就是妥協，只要大家在初選的時候可以真正選到自己想選的人，最後的結果是很可能會出乎我們一直以來對香港政治板塊的理解。我們經常都有一些心願的，但是 你可以說多一點，我就不說得那麼畫出腸的OK 因為即大家都是一個雖然有一個辯證的張力在這裡，但也是一個合作的關係。以前譬如第一屆我可以很盡情地批評一些我所謂的不夠進步的民主力量，但如果當你日都是同一是你就鄭松泰這樣1:69咯，即如果堅持如果不是的話，你都是要有一個合作 的關係。當然我當然是想跟最進步的人合作啦，是不是那就靠大家咯好啦，我覺得我想我哋都傾咗比較耐嘅時間，同埋雖然我哋成日話兩個月、四個月，我相信我哋咧係仲有時間或者仲有機會可以再同萬必傾過嘅。咁我哋可以睇下大家如果中意嘅話，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仲想睇我哋討論啲咩問題，或者有啲咩係想知道啦。咁我哋其實好多嘢我想問你，下次我主導咧、就去做翻一輯啫嚇，由萬必哥哥去專訪立場姐姐。好，放埋過嚟。咁我哋等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